没有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刚才姨妈在那里电脑那里做视频，还没做完，她就把那个关机键嘟一下，她姨妈气得跳起来。你给一个大的给爸爸吃好不好？那你先吃完这个先。你先给他看。给个大的。好大。我要，赶紧一块。喂你吃。姑娘打怪，他会小的，他专门挑小的给你。你知道吗？刚我帮他开，我说给我吃的，要他拿了一块整的，然后呢，他放下了，就拿了一块半块的给我。你看他给你的永远都是半块的。嗯嗯，慢慢吃好不好？爸爸干活去了不？嗯，你抢爸爸一口，你嘴巴算了。碰这边了。那边我已经封完了，封门大吉。来，看着我。很宽呐。然后再封这里，再封这里，这里就是一个帘子，一拉过去就 OK， no problem 本那种。这里也可以封一块下来到这里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就不一样了，看起来就会不一样了。好，现在去找板来。跟哪里的歌呢？不一样了不？全凭感觉来。那没问题来了呗，就算我现在用笔画，我也不一定能够把它割准了吗？好。就系咁啦，两个组的，刚刚好这样的。这两个壁画在这里，对吧？大展宏图，正成交割。我什么都不多，这个胶我是背的最多的。可能商店备的货都没有我的这么多。看我们的贴花板，回锤，回锤。哎呀，哎呀，已经持平。有财不？你佩服我不咯？无话可说，五体投地。五体投地，哇！这个 beautiful 奈哦，无缝链接，我靠！无缝就留一个窗，那到时候在这里打边，我告诉你，嗯。好，就在这里就好了，嗯，量一下尺寸。这就是一个小储物格了啊！对啊，我有储物格的不？你不要小看我哦，一米一就够了。
全部把它包围起来，是吧？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给它包围过去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到这里。哦呦，太有才了！现在还没完工，丑是丑了一点。只可远观哈，不可近瞧哈。哇塞，算了。丢了火哪里不？看你床底拉啦，今晚我要油煮啦。我就我床底边啲车都贵喎。我零零我车牙偷喎。到底搞个咁样烂的车，你还搞到咁样的床底啦？哎呦！你来个屁哦！哪会你来个屁？真可惜死了。这叫隔音棉，防震隔音棉是吧？就是，是吧 ？Beautiful 不 ？Beautiful 的上胶水一下。嗯。这个就不怕、啊。这边也不好，这边那边有点丑。丑，等一下给它拆下来换掉。这不是小问题，是吧？美观。嗯嗯嗯嗯嗯嗯嗯。只可远观，不可近瞧啊！当然，这个东西牢固性是相当的杠杠的，牢固是一定。有些位置呢，它就是豆腐渣工程的哈。啊、你要讲那种话出来呢，那我也没话可说，是吧？毕竟这些都是废物利用起来的嘛。没有材料的东西，我还能把它玩出花来，这已经是我很大的荣幸了。风风补补又的一块 ，beautiful night， 什么叫风风补补又的一块？这一块是一边进那个线，哎呀，真是漂亮！这一条线就是为这个打造的。哎，刚才还想着要把它扔掉，没什么用。留着总有它的用处啊。所以啊，所有的废弃材料它都是有用的。好，又得一条。看一下现在这个样子，像点样子。哎，缝缝补补完，哎，怎么样？好的。哎，剩下的就是装饰了不哈？哦，还有你看这样看外面天空多好看，好看后面那个景象，好看，真好看。这窗后面有没有擦一擦？你给它擦一擦。哎，看到没？这种窗边是吧？钉个那个，钉个那个。窗帘一拉，哎呀，那小模样，嗯，今天那就到吃饭了，就先到这里吧。哎呀，这个车还有两三天，估计差不多完工。现在打到这边，打那一边，这一边，等一下吃完饭再来加班搞一下。哎呀，手去掰它还没干，等一会。哦，这个已经干了，我自己心理作用。好，先这样，咱们的这个一辆面包车利用所有的废旧这些材料来做，看看最终能做出什么样子。现在是第几天了？第五天了是吧？好像是哦。嗯。好，第五天了，已经到这里，先到这里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